镜头转来，国内现在关心一件意外事件。高雄有一间透天厝是发生火灾，相对是救出厝主阿婆，在三楼是发现厝主后生，佮一对死亡的男女。厝主后生在送病了后，也是不治死亡，而那厝主嘛是宣告死亡。发生火灾原因是快调查。大火一直烧，消防人员努力拍火，总算切割半暝三点外，把火拍花。发现厝内五个人一度无喘气，搁再确认其中一对男女已经死亡。初步了解是厝主的亲戚。鞭炮爆响的声音，但是我一直看都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。但是后来我又听到蹦很大声的时候，是铁门已经打开来了，已经烧起来了。有疏散五大两小，那目前是在起火户的部分，我们有搜索到五名 OCA 的患者，那其中三名我们有送医。厝主一家三口送医，十七岁后生伤重不治，厝主嘛伫十一点宣告死亡。火警造成四个人死亡，但是火灾进前，过来的厝边拢听到冤家的声音，无排除逢人为放火。有滴冤家的声啦，啊完了吼，完了拄啊开始，一个啊开始变啊，开始类似像吵架的声音，才开始有爆炸的声音，对。上午，火调人员进出火场，检察官嘛来勘验，因为一楼小青山牌的机车当中，有一台有可能是电动自行车，嘛互怀疑敢有可能是电动车起火。警方表示，无排除任何的可能。他们不基本就是都这样啊，他们两个海派就对了。哎呀，因为他们在拿工作的，他老婆讲话更大声。台底有迄什么电动车，你敢有看？那是因家的吧，一台尔，要因爸了，要因为无驾照啊，这样过来骑啊。电动自行车。厝主亲友讲，因阿公无感情真好，无相信是放火，因为厝主的太太年纪伫咧清洁队，公司环保局嘛伫咧早时派人去关心，会提供予家属相关的协助。记者王刘婷、陈庆坤报道。